一会儿给你包扎完之后，马上上车，听到没有？姚少，这次地震太厉害，我没能保护咱们老婆，但是咱们远方的话，一件都没有少。姚少，你赶快带上咱们女人，把她带回去。好，弄完了是吧？走，上车。有本事水拿。慢点。好了。 小伙子命大，多亏你老婆救了你。我是他姐姐。那听到有一个高唱的伤员吗？在里面呢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回来了。哥，哥这儿啊，哥。哎，阿畅，我差一点就看不着你了。踏踏实实的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养着啊。哥，您走的时候。 我给你留的那封信，你看了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搞这种小动作了。你是我弟弟，都别想了。小薇姐，她亲我了，真的，真亲我了。 危难时刻见真情啊，刘总，您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我跟高畅一直把他当弟弟看。 你也是傻，发个短信也可以求救嘛，只要有一丁点信号，我就能收到。我当时太慌了，没发出去啊。我走了几个点儿。